现意外的画面让粉丝们都备受惊吓。球员 Winter 在影片中被粉丝发现肩膀上停着一只超级大的昆虫，疑似为黄蜂，但他一动也不动，而且停了很久，甚至成员们和现场工作人员都没发现。 Winter 本人也浑然不觉，带着这只大虫进行了游戏问答，直到播出的时候粉丝们才发现这令人感到惊吓的细节。这些截图被上传到 IG， 而且获得了 Winter 本人的暗赞，让粉丝们表示 Winter 现在看到应该也吓死了吧。不过好在当场没发现黄蜂，所以没有人慌乱的尖叫刺激到他，所以录制也很安全的结束了。网友们推测应该是因为太冷，这只大黄蜂在 Winter 身上取暖，只能说这只黄蜂眼光真的特别好呢。